湖南团 XO 日前带着新歌回归歌坛。9月6日，队长 SOHO 与世勋参加某节目，被问到粉丝说过什么最难忘，世勋表示笑起来很像合回面具，虽然当下心情没有很好，但事后回想起来也是个有趣的回忆。世勋与 SOHO 当了5年的室友，最近才开始各自拥有一间房间。节目中 SOHO 爆料，因为一位经纪人搬出去，所以世勋把我赶出去了。不过他说，两人一间房的时候再怎么打扫也没有以前清理过的感觉，现在已经独立住一间，多了一份要清扫房间的责任感，也和世勋互相较劲，我们就等着瞧，看谁的房间比较干净。互相较劲，整理报道。